而家三一成，我是少麟啊。今天是什麼日子啊？今天是萬聖節。講到萬聖節，大家想起什麼？除了 Trick or Treat 之外，當然是最重要的 cosplay 啦。但講到 cosplay， 是吸血鬼啊，還是科學怪人啊？還是近排好 hit 的大隻佬 Anya 和大隻佬女巫？還是還是前幾天發生的大隻佬的光之美少女啊？但少麟 cosplay 當然不是 cosplay 這麼簡單的東西啦。好，今天我們 cosplay 的是近排好 hit 的動漫《煉鋸人》啊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变装 ，start 咗。好，咁啱啱就换完装啦，大家觉得似唔似咧？有你。Photo with you。啊？May I take a photo with you? OK OK。Cool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好，啱啱我哋又同人影完相啦，咁我哋事不宜遲，去蘭桂坊睇下。Start 咗。今日真係好多人。咁快，少麟我已經成為呢個眾人嘅目光啦。頭先好多記者咁影我，但係南海方都好多人。Thank you.